这把我看好的是武汉 E-Star Pro， 今日胜利百分百。过了他一针，姜子牙烫一下，弹飞 3D 游戏没有 3D 成功，一针失血，有可能要死，死了，波甲站起来没有一个闪现，再一条命，再死，再复活，完了，被包夹了，这个位置近视杀掉了药，但刺激可能死了，老夫子无敌了，老夫子加曹操两个人无敌了，还在砍，还能回。不是吧，翻了，下路还有兵，很难受啊，好像想要一波，因为下路又来。谢谢孙兆衍孙老板的极速浪漫，谢孙老板的极速浪漫，谢孙老板。能利用这个减速效果守住 TDG 的这波攻势，14分钟大闪清兵，但是大闪清不到啊，又是一波了，没了，第三个大招出来了，曹操再跟上，没了，二技能带走了他一针之后又把姜子牙给处理，这时候一针已经复活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直接点击第14分20秒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先拿第一分，拿下了本届。各位，仓主要做啊！大招续一下，曹操想过来切 C， 但是这边医生有个两个复活甲没用了呀，被贴到脸上了。曹操就在后面等着的呀，花海没大招，被曹操疯狂一顿 A 死了。这边还要追，捆住坦然，坦然很肉，怎么办？没了，我的个乖乖，只剩下青龙跟子阳两个辅助。不怎么走啊，剩下青龙和子阳两个人很难受啊，好像想要一波，因为下路又来了一波完整的兵线，但是这个版本的两个辅助怎么走啊，减速 Insta 能利用这个减速效果守住 TDG 这波攻势吗？大闪清兵，大闪清兵，完了，失误了，没刮到啊，第三个大招出来了，曹操完犊子，这个大闪没刮到兵呀，又把姜子牙给处理，让我们已经复活了，来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 直接率先拿下瑞士轮第一轮的一个大分，拿下了。这手里是要复活的，这个东方要先拿下，完了呀！再打吧，再见了。两条命，三条命你也走不掉。进过来，先秒掉一个进。怎么说啊？结束了呀，没了。2-0。哎，2-0，家人们，这一波虽然上这位置太尴尬了，兄弟，怎么走去这里了？好的，没人探。剩下青龙和子阳两个人，很难受啊。好像想要一波，要一波了，中下两路线的。版本的高地塔有90%的减速。10%的10,000的减速都没用啊，兄弟！姜子牙反手大闪闪清线线都没清到，又是一个大，第三个大招出来了，曹操这边再见了，带走了他一针之后又把姜子牙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拿下，别打他滚太野的话，就是稍微摩擦一下，但是说了下的位置，完了，这边守记住了，等下去，但是完了，完了，被包围了，大清王了，但是花海来了，怎么说？没说法，没大招了，没说法，又是一个大招，很low，又捆住了吗？他家打了两个大招，要一波了。有兵线，剩下青龙和子阳两个人。不是一针那个位置直接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他为什么玩呀？空点里面，他家被包围了。减速，我操！这个 TT 有闪现的。住 TT 这波攻势吗？看一下。哦，站长来了个大闪，好像没有掉血。感受到了信号，留了一个一技能。在刮血皮，完了，机器还是没清掉，一针发育力整局，一波团结束了。推掉了水晶，让我们攻击广州 TDG， 2-0拿下了。我说什么？这把马上就结束了，兄弟们，很有血液性啊，打的。但是，一针那个位置被包围，真的，我那时候太喜感了，知道吧？一个人卡在墙角里边，右边是曹操，左边是药，然后正面就是一个老夫子，被三个战士包围了，连续倒第三次。没事没事，我要完了完了，他在看谁？我站起来，我起来，老夫子第一个的位置这么完美，我操！有没有第三条命？三条命的庄家都被秒了，但是能收，还能打吗？收一个。有大招花，哎，花也都没大招。曹操乱砍，双刀流，
射手根本没有输出空间，两个菜刀龙虎双边开，不做赵金章也像一张纸一样，还不如把赵金章做起来呢。这龙虎双边，这个世界不需要射手啊。刚才分销那个落地的位置也落得特别好，大乔刚好落地落在脸上了，在双枪脸上，我站起来要一波了，再一个曹操，他们要尝试一波吗？这双枪九秒多，我一波了吧？九秒，尝试一波要结束了，一波了，好的，一波了，让我们恭喜一波了，广州 GDT 2-0战胜武汉 EZPro， 进入上半区。这个必帅，哎，但帅哥这位置不是很好啊。复活被打出来了，传送还传过来了，帅枪换了货架，但换货架没用，还是要倒。看进进这一波怎么操作，好像没怎么操作，再次一个大雷，进也倒，老夫子再放到了一个项羽，那项羽也不好走了呀，项羽也倒了，只剩一个姜子牙家。太乙真人不是很好守啦，最快复活的是孙尚香20秒，再给支援，再进圈，大乔再给一个大招，再把老夫子摇过来，再往前面逼位置，线来了，大闪想清线，他没清掉，就打太乙，先把太乙给杀掉，再一个拉到姜子牙，姜子牙也不好走了，线没清掉。推水晶可以一波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2-0赢下比赛。这波就是重返景哟，这一顿伤害有点爆炸了呀，劈出三浪一个复活，要守尸两条命，再一个翻滚死在了翻滚的路上，花海吃了一颗大雷也倒了，霸道的力量无敌了，再困住香鱼坦然也很难走了，大乔再给个机会操作2-0击破，再把 LNG 封销，封销或者翻翻给其他人，我觉得都不太好。翻翻是因为他那个指挥做的特别好，他在中期的避战做的特别好，封销是就是该做的不该他做的全都做的挺好的。大闪清兵，小斧子只打到了一个兵，老斧子又是一个，就要不给翻翻，要不给封销。结束了，应该超不过15分钟了，结束了，请你一个人卡前面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。哎呀，我先奶了呢。哎，但我说真的，伊斯塔打得不差，挺好的。我真的觉得伊斯塔阵容两把都不好打，但是他们能打成这样，打的都挺好的。恭喜 TTG 啊，2-0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你看，明明你们觉得这两局啊，两小局，就是前六分钟都是伊斯塔的优，对吧？但打着。他陷进了对方这个运营的漩涡，伊斯塔呢他就又没有抓到机会，然后打到中后期12-3分钟又被对方找到机会， TTG 两把都是这样赢的，对吧？没有淘汰，输三把才淘汰，伊斯塔现在输一把 ，TG 赢一把，赢三把晋级，输三把淘汰，是的，就这么简单。